since you were born.喂，各位观众朋友们，周一下午好啊，不是周一晚上好。喂，the Zompocalypse. I hate to tell you, but you picked the wrong time to come to town. Bet you thought your world was in chaos, didn't you? Try this on for size. Bitten, infected, somewhere between alive and dead. God, are they turning? Shit doesn't get more real than this. Los Angeles, city of angels.Or as we like to call it, LA. Just think of it as your own stylish, sun-baked, zombie-smashing playground. And... 一眼鉴定为没法播的游戏。这感觉没法播呀。闯祸来，我先预购一个吧。三个版本，豪华版、黄金版、普通版，199、215、265。这玩意儿看着就是一个吃逼类的游戏吧。又是洛杉矶，对啊，洛杉矶打僵尸，我把那个僵尸的头直接砍下来了。感谢蓝正和暗影送的奇幻大礼花筒，感谢在这狂混。我看是4月21号发售，为什么我看有些主播今天已经玩上了？是主机平台先发售吗？这个 Epic 独占显示是4月21，哎，怎么有些人已经能玩上了？先加入吧，到时候看情况啊，万一有提醒了，我就直接 Alt F4 退款了，偷跑了。先买一个预购呀，先预购一下。我看到时候应该有80%的概率是没法播的，应该是没法播的。但这个游戏肯定是个大爽游，肯定是个爽游，联机一起砍僵尸，肯定是个爽游。应该比之前那个叫啥来着，《喋血复仇》啊，叫，也是个打僵尸的，要比那个要刺激得多。这个主要是冷兵器好像。预购一个吧，先预购一个。PS5 预购光盘版偷跑哦，那不能联机呗，就进去只能打打单机，偷跑版本。感谢 J-Hone 送的闪耀星辰，谢谢蓝正和爱影大老板送的一个奇幻大礼花筒，感谢蓝总，感谢在这狂混送的闪耀星辰。这个比消失的光芒可能再血腥一点，应该是要再血腥一点。这游戏昨天我一晚上没打开，因为打开进去感觉就是痛苦，心里会想起那种不好的往事。我仔细一想，当时这个包里的装备真的是不得了啊，哎呦，我当时怎么这么蠢呢？也没被怪款死，最后被毒毒死，自己瘫死的。fuck， 仔细算一下，不止1000金啊！那紫色的大戒指、紫色的披风，加上我自己身上这一套，还有掏的那一套，我这加起来可感觉得要有2000金了。我的天哪 ！fuck。什么墓室群压风暴有 bug， 真伤和额外伤害直接秒。
什么意思啊？群鸦风暴就是那个就是吟唱了，就是开一个圈，然后圈里的敌人全部得到伤害，就那个。但是问题是这个 bug 阿佑卡得出来吧？哎呦，他们说牧师现在可以卡一个 bug， 他们说这个可以直接秒人的，啊？那个不用卡，带装备直接在地上放，然后一秒不到就死掉，满血这个狂战就直接死。满血狂战直接死掉啊？啊，直接躺地上。那教一下阿佑怎么操作的呢？就带装备，带点法伤装，然后就吟唱，然后我们打架我们就跑，然后等他过来就放在地上就可以了。那我问你个事情，他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放在我头上的这种情况？有的啊，所以一般这个牧师都是走在前面，然后队友就往后退。有可能把队友秒了。我只能这么说，有可能。那危险了，那确实危险了。哎呦，在吗？哎呦，在吗？你这个正好，这个有 bug， 有优势的时候赶紧用用呢。喂，哎呦，说话。他在不在？我不知道。DJ 已经就位。你文艺委员不会这个曲库又增加了吧？不会吧？又扩充了。我昨天晚上上线，把身上的一些其他的装备卖掉了。一些其他装备卖了买，现在我金币1400啊，把一些什么头卖了买。我发现你只要就是肯在这个拍卖行里面花点时间，我昨天就边在拍卖行发，然后一边在刷抖音，然后花了大概半个小时时间，哎，什么都能卖的，我乱开价，我一个很垃圾的头盔开100斤都有人要的。我发现了，你只要在这个拍卖行里面，你就写完一个装备就点完一个装备，后面你不要很简单的就写一个价格，你要写完一个价格之后，后面加很多什么 so cheap so nice， 然后后面加一个很长很长的符号，把你那个就是搞得特别醒目，什么都能卖得掉的。我昨天一个很垃圾的绿色的那个就是吊坠啊，卖了80斤，一个很垃圾的蓝色头盔卖了150，我的妈，我狂卖我的，啥？全部卖掉呀，全部卖掉。真的，你慢慢看一下，真的呀，里面就那种。很多新手不知道的，真的不知道，他以为你这个蓝色的就还不错，他从来不看词条的，哐当一下，然后就把钱放上来，我直接交易掉，这种，就这样呀，那怎么办了？这个损失总归要补，这个稍微补偿一点了，这怎么办？那一天亏了太多了呀，好像是的，我刚刚随便喊了一喊，反正两把绿弓，那些蓝弓就卖了200多，是吧？很赚钱的，真的很赚钱的。终极赚钱，什么垃圾都卖得掉。人呢？哎呦，来试试看呐！啊，我有声音了吗？喂，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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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又卡麦了。啊，我在这进进出出，歪歪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会儿卡一会儿。你刚刚那个就牧师的 bug 听到没有？我听到是 bug 还是他就是伤害高呀？应该算是 bug，我觉得。不知道。肯定是 bug， 那要带法伤才有那个伤害吗？还是随便带什么都可以？你就算不带，是两个增伤，懂吧？不是，你就算不带那个装备，你打那个法师也就2到3秒，就是多白装嘛，就2到3秒就死掉了，很快的，他那个血掉的很快的啊。那我带这个好像得就不能带治疗证，带那种额外法伤的加法术容量的，它是对，它是0.1秒换一点伤害嘛，就1秒10点嘛。然后他会额外算别的，好像有，我也不知道。我就看那个伤害就跳得很恐怖啊，这具体数额我没去看。那别说吧，主三个牧师，咱们下二层吧。三个牧师下二层啊？那饺子估计也是3秒的事情。那问你，那现在这个游戏，他要是下到豪克赛里面，是不是全是这种套路的？除了这种套路，就是挂。那不知道啊。应该是他哦，我懂了，鸭哥，他这个描述是，每0.1秒造成1点伤害，但是如果法术增伤，就是他是直接把1点往1点上面加，所以如果增2点，就是每秒就是30点，增3点就是40点，是这么个意思。啊，那你增呀，你增呀，你拉我一下，我看我有没有法伤的装备，我不一定有啊。还没好拉呀，
不行，拍卖好拉呀！我是法郎，所有增加伤害都算，他就是说零点一秒造成一次伤害，但是你每次伤害都算，懂我吗？什么法术增伤啊，什么增值伤害啊，这些都算。增不就行吗？拉呀！你没钱，我们给你。我有钱，我昨天当拍卖行杀手，我有钱，懂我吗？不是，你怎么搞来搞去还是十五级啊？哎呦！我十五级已经很高了。昨天晚上六六八问过他了，昨天晚上问过了。不是我，我去巫师。昨天我们下线的时候你也十五级，怎么今天上线还是十五级啊？我什么下线上线的？我又没玩了。你下线的时候我没玩了，我在。你昨天晚上不是跟云哥玩了吗？玩了吗？没玩吗？玩了吗？没玩吗？哦，好像是进去送了一把，我进去把昨天打的装备全部送掉，然后我就直接退出游戏了。我给你那个蓝色戒指，什么蓝色吊坠全部没了，就没了，清空了，已经身上清空了。我去拉件衣服，有个神秘法袍，150斤加3法术伤害。来，你快拉，快拉，快拉，赶紧拉！能拉的你就都拉，你没钱我就给你，不就完事了？赶紧。另一个玩家交易。亚哥，你带了什么装备啊？我带的什么装备啊？我就那个就仓库里喷，就是一套垃圾装穿上了呀。OK， 那我也穿垃圾一点。哎，垃圾装穿上了呀，也不是特别垃圾啊。我这个蓝色战斗服加一所有属性的，我这那个就是头盔也是加一所有属性的，也还行吧， okay, okay. 一般般就一般般啊。我也带一般的。这一套移速比较慢，之前下播之前掉的那一套确实好呀，移速又快，伤害又高，可惜全没了。没事没事，我不掏了一个紫的披风，我给你带。紫的披风啊，算了吧，让阿佑先试试吧，万一阿佑拉一套进去没操作好，把我直接秒了怎么办？哦，行。那他这个带了那个法术伤害之后，他是不是就不能回血了？能回吗？可以啊，可以啊，还是可以回的是吧？大哥，这频道有个人说，牧师方哥大死了5个人，2个队友3个敌人。啊，那我们就不上去不就行了吧？刚上来的时候我跟嘎的兵先上去吸引一下火力，三个人冲上来打我们的时候，我跟嘎的兵一溜溜走，溜完之后阿佑放一个大先预毒，然后狂仓一下，三个人全部死掉不就行了吗？好了好，这里操作阿佑你会吧？会会会。不，你技能什么全部都调完啦？调完了调完了，确定调完啦？来看看，他现在十五级只能放三个技能，能成型吧，阿别，阿嘎的别，跟天赋可以吧？对啊，他跟天赋没关系，那个是技能带的那个法术容量那个记的，对，法术容量够了就可以了。我现在3点法伤，就是每秒40点伤害，应该还可以吧？可以的，我还有个百分比法伤啊，我觉得应该 OK 了。那行吧，要不这样，你站在地下让我试一下。啊，别。我们穿装备来，不是没穿装备的时候。这一套装备啊。对。然后我看那个人是挺夸张的。我要是这一套没了就真的没了。我要去拍拍行拉了，好吧。我这一套没了就真的没了。这也不怕呀，哥。每0.1秒40伤害。不是每一秒40伤害，每0.1秒4点。就这样。那不是还能加成吗？我加了，他本来是每秒10点，就是每0.1秒1点，我加了3点法伤嘛。嗯。这个会打到我自己吗？不会，吧？啊吧吧啊！到底会不会？不知道。不是，谁会往脚底下放呀？这就不知道。不会入一类。不是，我刚刚在外面放了什么？这个不算数的。这好像也不会有人往脚底下放的吧？关键我也没见过人家往兜底下放呀，所以我也没法确认的。加2额外法术伤害，我们走吧。不要，不能放这个。哎，你能看到我的披风吗？啊？能看到我的披风吗？我看不到你的披风啊。啊？哦，看到了，看到了。哎，又看不到了。哦，又看到了。重新穿。哦，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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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让你的。OK， 帅起来了吧？这都帅起来了。300买的披风，刚刚那小子我放了310，他立刻就锁了。那也不等我把那310把那10块钱拿回来，放多了，果断直接锁了。啊？
屁股呀，就三百斤。加法伤，百分比法伤。哎，他怎么会丢伤害？他的丢伤害都没掉。是啊。六级。希望阿佑不要先出什么意外啊！我很担心我了，现在心里我比他还紧张。不会吧？不会啊！不会不会，这挺简单的，应该。出不了意外，这能出什么意外？可以。有高德兵在，没问题。真的吗？不过我昨天看到高德兵好像装备也送掉了。啊啊！后面又送了一波啊！啊，他跟云哥送掉嘞。我跟云哥去那个豪克莱打了个那个，就是天眼模式。然后那你们打全甲的战士是不是挺能打？天眼模式是什么？天眼模式啊，就是我进去我就死掉了，然后我在那边上面开观战开天眼。这亮度是我调了 OBS 的滤镜，让大家看得舒服一点。下面吧，战士跑了。我靠，这个人有点狠，我先退一下。快！哎，后面有人，哎，完了，好，加油！给鸭哥加，给鸭哥加血，哎呦，完了，完了。就是十次，这个自己不受伤害的。你怎么一下没啦？不是，我把你们都秒了呀！我放了个大招，把四个人全杀了。我不是，我血怎么光闪掉啊，兄弟？你确实没血了，当时马上就死了，我就直接跟他们同归于尽了，全死了。不是，伤害确实很高，但是为什么我职业交心？没了，全没了，兄弟，全没了。确实证明伤害是很高，但确实伤害挺高的、啊。我可能刚刚那两个人都那两个战士都还挺多血的，我给这个全没了。我靠，那个是个狂暴的，全没了呀！他那个一下给我干的只剩三分之一血了，全都没了。啥玩意儿？进场有音乐，要不要搞一搞？什么都没了，是吧？是吧？我还有一个斧子可以给你带一个，我昨天买了。战斧啊？巴尔迪切，一个紫色的。完了，这怎么办？闯祸了？怎么办？我去冲了，我去冲了，这怎么办？这斧子留着吧。经常搞。我用不了呀，双手的呀。这什么音乐啦？66号公路。我觉得既然阿佑有这个套路，我们俩就保他打吧。哦，那我不带装备啊。啊，我建议就保他打。OK。就让他先往前面冲，先放呀。打完之后实在不行，我们收拾残局呀、啊。OK， 他把人都杀了，对吧？然后自己也会掉血，他升级了。不是自己会掉血，你不能往脚底下放。好的，你不要往你脚底放呀。就阿佑冲在前面，比如说对面一群人在一起，就像一个火球树一样，你就先放丢呀，你就先放，放完之后再弄，对吧 ？OK， 你往自己脚底下丢，然后我们跟你站在一起，我们都有伤害的，然后就要灭掉了呀。你知道吧？不是，我当时看你马上就死了。当时多不是我最后前面一斧挥完之后，我看那个人已经倒了，结果那人还在一个。我听到他倒的声音了，那两个人尴尬了，都没死。然后放技能，他俩一秒就死。那技能确实伤害很高，一秒就没了，全躺下。哎，我一会儿对进游戏，我找个木桩试一下伤害就知道了。
就这个目标。对啊，那你现在没穿装备行吧？我再去。你下播杀队友的音乐，我又给你重新找了一个。只要你杀，看不到伤害啊，没数字啊。就没打到木桩吗？看我的位置。打到了，铁打到了。看不到伤害。你的下面有个红条，你有发现没？说明是你离那，你放的太近了，你得再往就是你的镜头上面拉一点，懂吗？什么意思？就是你的上面有底 buff， 有个红色的条，那个是你吃技能了，你就得往技能远点拉，你记住那个范围。我知道那个技能地下有图标的，我知道。啊，咱直接走吧。感谢风总风老板送的一个私人大飞机，感谢风总风老板，祝老板夜夜笙歌，天天苍蝇走火，祝老板越来越帅，感谢风总风老板，爱你哦。感谢冯老板。刚刚那个长戟战士一级完就没戏。抱到你头了吗？好像就在这里死的呀，算了。对啊，刚刚就在这里死的。这附近让能去蝙蝠房还是 BOSS 吗？对，在上面，在上面。加三谋略，加2.7通常交互速，啥都没了。不是 Steam 下载，直接网页下载游玩啊。我没有听话，还有10秒。这没装备天杀地别啊，我的天。你看要不要？穿，我现在没头，什么头都有。咱先堵住啊！2.8护甲穿透的木石头。哎，树上有人，有人！快点来用！你是输出主力了，现在。快！赶紧的。那我先给自己套个盾。啊！别墨迹了，快！左手啊，左手啊！我们是辅助了，对。打怪。左手，左手啊！来了啊！牛逼啊！再来，蓄力，蓄力，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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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继续来，继续来。没了，没阵了，没阵了。OK， 秒了一个盗贼，秒了一个盗贼。亚哥，我先退一下啊！被砍没血了，没问题。我先跟他干。去了。OK， 牛逼！我操，这货，我操，一斧子没砍到我，我操，这大臭蛋，我操！这个大臭蛋。是吧？很厉害吧？又把自己也打到了。计划第一次实行成功。还是太近了。计划第一次实行成功。再离远一点，等等。我刚刚在外面那个试了一下这个技能，导致用了一次，要不然我两次。是吗？哦，你有那个绿药水吗？我有，但是这种大技能回的特别慢，要放就用。哦，对、okay ，我真的有篝火了。上来直接秒个刀贼啊！是吧？那你要是衣服穿的好一点，这个岂不是三个人前面就直接秒掉了就？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按他刚刚的方法啊，他自己也会被秒掉的。这不行，这一瓶药水才能回五分之一，大概得喝五瓶药水才能回一次。拼塔了，哦，拼塔了。我们后哎，脚步，好吧，不要吓我一，你别怕，你不要这么怕呀！哎，我操，你这么一说，我也怕了，我的手都抖了，我吓人呐、啊！你的突然出现在我树洞里，吓人呐、啊！我队友呀，你这么慌张干什么、啊？等一下，我要开一下恩卡控制面板，把我自己这个屏幕调亮一点，把灰度拉高一点。高德军那个光脚在地下哒哒哒走，很吓人的，你知道吗？
害怕了。哎，哪还有个战士尸体？对呀。那你现在能给嘎的兵回血吗？可以啊，但这一点等一下吧，没事没事，蛮多了。等一下吧，我现在奶量挺大的。嘎的兵有那个血瓶了，血瓶我有多的。有，我有。等一下，我先点的。啊，没人吧？没关系。什么兵器换？我现在又没兵器。哎，这里有个绿瓶药，你不要啊？还有。好，来我。里面有两瓶，左边一瓶，右边一瓶。外面出了个蓝门。打怪还有。这底下看到没？走吧，出去吧，这说完了，我们去辩护房。哎，这出门了，我靠！刚尸体有新的武器啊，一样的呀，这跟我一样都是白色的战服，没什么用啊。怎么进粉丝群下载游戏？就你这个抖音主页那个群加入之后，里面就有一个阿里云盘的下载链接，汉化呀，什么本性固定啊，都有。准备哪有？还有话，没防御猎人，不用不用啊。好 ，OK。没有啊。我给你后盾。啊，干，开干，开干 ，OK。我身上两层盾都能。OK。在哪里？那我这叫我叫我叫我叫。我来了，我叫三个，两个盗贼。小心点，被秒啊，亚哥。啊？亚哥，开门，开门。没事，你们开门，你们开门。他们是菜兵。他们在掏盾。在我这儿。就杀这个，先干这个。走了。追杀他。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好，没事，我知道。哇，这死了。我去追那个。还有个在左边，哎。哎呦。哎，游侠，我的个乖！没奶到，走，还行，还行。哟，哎呦，他是怎么都不上去啊？哦，我穿不了。我想怎么拖不上去我了？加二额外法术伤害的那个鞋子，那我的防御变猛的，可以啊。第二法上的旗传上，这不是挺好的？这帮人还挺肥的。啊！哟，妈是战士的，我的天！我拿不下了。这三个人，我很急。这几个人挺肥的。我掏了个紫色的法师鞋子，我的天哪！啊，这样子。站在人身上啊！哎，这个掏了个紫色法师鞋子，加一所有属性，东东，不得了、啊，加一所有属性。哦，好的。掏掉了都。哇，这帮人挺多的，我掏了两个戒指，两个护符。我给我太多了，你过来，我这放了。好，放了。放完了。来，他们好像没摸尸体啊，我看他们身上好像一个项链啥都没有啊。你没有拿到吗？啊，在我身上呀，我掏了两个项链，两个戒指。啊，咱俩刚刚一起品包，然后你没掏。你品了半天没掏项链和戒指。我们这个装备好像下二层没什么必要，身上都掏满了都。那走呗。哎，走了呗。哇，真肥啊！不是我身上现在三个吊坠，知道了。三个戒指。还有这个蝗虫群前面已经使用起来了。哎，好像有人。又有人啊。我听到一个重甲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听错了。哦，好像听错了。听错了，这已经毒了。太肥了，我们刚刚图书馆有一个门，可以图书馆走一个。啊，那图书馆先走一个呗。啊，先看一下吧。看一下。那没门，咱在一起下那个嘛，没门就没办法了。也不行，走吧，孙涛。我们这个装备，我看有没有能给你们用吊坠。对，那没来门没办法呀，总不能把兄弟们抛下吧。啊，看一下吧，我们大不了就猥琐一点，不要去惹那个人头马的。应该这个圈收，就是收完之后，估计蓝门就出来蛮多了，应该。等他说完，啊、等他说一说。对，等他说一下吧。来了哦，红门。我这好像
哦，应该是这帮人掏的蝙蝠房，所以他们身上那么多士兵。这一个红的，掏的蛮干净的嘛，这帮人。这帮人应该是这里刚刚掏完。我有加交互速度的戒指，你要吗？可以啊。意志一加2.2通常交互。我给你放这个，你在哪？我在这儿。找到我了。我这还有点东西，我给你。又出门了。这是什么吧？我给你丢这僵尸尸体的，别给你。OK。没看见什么门，我听见出完了，真没有啊。真没有啊！找我吧，这有一个图书馆，两个哦，那个可以走了。我去图书馆那个，你们开这个吧。可以。三个，回这就有门。哦，那我开这个了。哎，有人，狂战，已经吼了。别急，等鸭哥，别急。好，我叫豪车来。来，我给你加盾，我再给你加盾，双盾，干他！完了，我空两刀，我得退，我先退。好，你跑，鸭哥，退。去了，吓我一跳，我连攻两刀，我倒僵硬了。啊，是个穷卵啊！啊，穷啊！哎，穷的。哎，衣服不错，头盔也不错。法术伤害加成，垃圾。法术穿透，垃圾。没什么好货，两件衣服没什么好拿。我穿上加成还可以啊，我穿上我。你穿吧，你拿吧。那你走吧，你走这个。我进门了啊。我给你开这个，你走这个。OK， 那边门开了吧？两下致命空刀了，他的武器我没看，忘记了。他武器就把小斧子，单手，是个单手。我没飞刀了，我捡一把。但这张图吧，这种狭窄的角落里，有的时候你也不太敢放，放了容易出事儿。天哪，这么准时啊！要对上刚刚那个音乐。谁家爆炸了？这跟爆炸有什么关系啊？最前面那个前奏，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不过这波确实太肥了，操得肥肥的。这帮人怎么这么狠？风暴已经出现，怎么能够停止不前？穿越时空，竭尽全力，我会来到你身边。微笑面对危险，梦想成真不会遥远。不仅用心，你这个还是全曲啊？哪来这么多的乐谷啊，李丹？至少听到这里吧，啊，至少听到这吧。这乐谷也太多了，不是超简单的，好不来。QQ 音乐都可以。这个大鞋子能卖多少钱啊？嘎德贝。哪个鞋？巫师鞋，法师的。加额外物理伤害。下面两个好像一般，这词条。那给大家扔400左右吧。400斤的卖出去的。鞋子呀，可以吧？可以的啦。那我去弄一波来，我的套路要开始了。看好了啊，我先选择，我先选择这个是布甲还是什么？布甲呀。啊，你给就去盗贼看看有没有人要，要么去战士去。不，这个是毛蛋可能会要的。不，这个是法师专用的。啊，哎，法师专用的呀，这个是法师用的，那就不值钱呀、啊，不值钱啊，啊，法师又没什么词条的，你要，反正我是挺想要的，但是他是法师的，没人有。旧鞋150斤，先开个300斤看看吧。
看好了，多多学习一下。以后玩这个游戏的兄弟准备在拍卖行赚钱的，你可以像我这样啊，复制完之后，哎，后面再 Ctrl V 一下，然后你出来，我东西呢？